70年来，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快速增长，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水平、工业装备水平、基础设施网络的提高和健全。2018年末，我国铁路营业里程13.2万公里，其中高速铁路3万公里，分别居世界第二、世界第一。公路里程485万公里，其中高速公路14.3万公里，居世界第一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